大家好，我是樊振东，非常开心能够看到世界杯单打比赛在澳门重新起航。自己参加过很多次世界杯的赛事，也获得过4次冠军。澳门之前也承办了很多国际体育赛事，也承办了很多乒乓球国际赛事。这一次在澳门，相信在各个方面都能够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体验，也希望所有运动员在这里能够有最好的表现，奉献出最精彩的比赛。See you in Macau，我们澳门见。